家好，今天给咱做一个卤鸡爪。这次些鸡爪把指甲先削一下。倒上水，生姜、葱，倒加料酒，要去上面的浮沫，去吃了洗干净。开火，少倒点油，热锅凉油把淀粉放进去，做糖水的时候一定要用小火，不轻的搅动，待变成棕红色后加开水，你看这糖化完了，现在给里面再加些凉水，鸡爪子倒进去，这是些桂皮、香叶、八角、小香、花椒、凉姜，放在调料包里面，生姜、葱放进去，调料包，加点老抽。大火烧开，改成小火烧一个小时，盖个小时后给里面加些盐，去吃调料吧，大火烧汁，汤汁烧完这就好了，吃完妞妞热你到她家玩去，给妞妞还是让你抓个抓鸡蛋的给妞妞带上班，行，带几个，三个包，那咱们还有一大截子呢，我俩这些去抓之前都给妞妞吧，行，大把黑，我的好朋友就该好吃的呢，哎呦给我的好朋友一人一段鸡爪子。你是不是这个爪子可多了？好，茄子，一二三。